来，最多三个，二三四，这里呀，对，五六，有七八九，哦，哎呦哎呦，想着，我不信，哪个他没有玩到哎？我有玩，你有被打吗？没有没有，现在有点来不及了，现在聊这个有点让给女士们十。十一，十二，哎呦，十三，哇，十四，哎呦，什么什么什么场？要再两个？什么？再讲一遍。十三、十四，哇，你真的很敢哎！你今天出门是皮肤过敏的？医生哟，他来哦，没有被打到，他不想回家了。哦，十五，还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分析一下，我回转十六，对，阿浪，你再回转十七，哦，这样吧。十八啊，就有十八是他嘛，所以怎么样你都没事。该用了，该用了，回转。差不多了，十六。回转了，回转。差不多了。嗯。那不会是四吧？哦，十九，十九，那你要让谁啊？十九。我喊十七、十八，你就十九；我喊十七，你就是十八，你就十九。啊！来，两个猜拳。对不对？那我就打赢了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是这样讲，我说好不好？好，但是看我怎么叫，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我要叫一个，还叫两个呢？我一手被都弄啊！十七，一个，一个，十，十七就好。啊，快快快快，我自己坐在那边好不好？对对对，那赶快啊！就位了，就位了啊！再坐一遍。先打屁股啊！啊，有什么话要说吗？等很久对不对？今天，对不对？小力一点，小力一点，怎么可能？叫！等一下，他都回了。谁叫你叫？有意思。对呀，我都还没叫哎。他是想叫嘛？来哦！你刚。布料厚啦，这应该还好。左脚、右脚，这一脚是？对，会麻哦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屁股坐着也很痛哎，我这样低着坐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不要那样手嘞手嘞。啊 ？Sorry。不要那样手，没事，它会痒。哦，这是你的敏感。不是。啊？没有。叫。哎呀，倔强。哎呦，个性很倔强，厉害哦。不是，孩子已经没知觉了。会叫嘛？